风沙滚滚，一支枪，一条坚韧的身躯，明知前方无路，只剩自己的唯有那一点的坚持。灰熊的身影，烈焰随行。李不用对着我，李明帝必死无疑，要不起。这就是我，我就是这样。如果爱我多皮爱我落去，我甘愿死。你，真戆！你不是第一个讲的人。那我，就做替你收死的人。多谢了。红颜一剑，尽动金国还珠楼。是你杀三银年？啊！闪开！叫银瓢瞄出来！啊！你也无资格见老子！啊！你屁！啊！人人杀凶还凶老，随时重要。人以救凶在先，得救有种，一时难掉。一残太稳，啊！就在飞燕之刻，无极剑，剑无极，悄悄斩的无名。心情文又开始，一波多九宫舞，好，叫武将，安怎？你不是不来？本来是无想要来啦，但是想到你这个戆牛，单枪匹马就戆到要杀上汉珠楼，我若是无来现场，看你安怎放老亏，我就规身躯不对劲。哼，口是心非，安怎怪优点呢？剑无极，你竟然要死！喂，叫你的老祖出来接客，你呀、也承受不起。你可没？你想做什么买卖？金飘渺，红剑，剑无极啊！为何看到你未死，我却一点啊也不惊伊呢？哎呀，怪老丈人啊！既然开门要做买卖，对人客太多，就爱较好咧。嗯，你想买什么？银飘渺的高头，一斤偌济钱？王叔，免费，只是这盏买卖，你爱自作。红丸老，更红沙。无剑春秋名尽天下，无缥缈冠红顶，还君明珠秋水铺平。众人退下，李遂，我留秋的理由吗？武将小心，是兄弟变结果，怕个会变低头就是。
来哟！还珠老娃霍修之间，要不敬杀生一人，两人要如何战胜银飘渺？我想上酒，都按两家民应战万叔爷，一场九天十数年的姻缘，是我将为下起点。威风恶中的九龙天书是何人血洗布局？苗疆王子初登绝学，从龙神火的红蛇惊天布阵，又连至何中的天都呢？剧情即将进入高潮，玉帝连串精彩结果，请继续收看《金宫宝地戏·天地风雨录之九龙篇》第23集《缥缈无极》。你要报仇，来，我给您这个机会。不是来，是来哟！希望您交出九龙天书，卖给阮盗墓。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看来九龙天书真正将苗疆逼急了。那只好得罪了。哈！被告逼无悔明主，原来竟是一个天机前部小子。巧如来虽愿意以形态人，如要随心意，是否该先以形示人？你想了解我的来历，就要先了解莫文世界历史。请前辈明言。整个莫文世界还是第一次阴谋大战脑海为歌。我属下命令的状况怎样？伊状况十分的稳定，随时都会当进行。啊，太好了，那就赶紧将我提来领灵，抽先口领灵吧。天地天红，奇华天昏，这鬼子练习了如何？我怎样？无什么进展，无进展。刘魂，你敢有好好照顾小主人啊？属下，属下确实有好好照顾小主人。刘魂，为何不得将用我家里的缥缈剑法挥之不用？但你的无极剑法当中，却仍蕴含缥缈剑色，真是高危！当你父亲就是使用这招，却败在你的手上。心魔一点的重点，不是魔修开散，而是心意之杀。为了死你，我甘愿一魔，红血惊天。七行万变，四红一红，妖泥英雄，无形雄起，阴心无一点，阳龙无凶，一点无凶，阳虚好。